2022年 T2 级皮肤大盘点，第一位青花瓷 EZ， 万万没想到啊，今年第一款 T2 就拉了胯。作为拳头的亲儿子，首先模型方面那肯定是帅的，而技能方面 QWE 特效表现普普通通，唯一的亮点就是这个老虎头的大招，特殊动作基本也是围绕瓷器和老虎，围城也是召唤老虎。家园卫士我原以为怎么不得骑一下，结果真的就是骑一下。死亡特效身体消失，原地留下拳套，除了以上这些竟然没有全屏边框。而到了第二款兔女郎女枪，设计师学聪明了，技能特效什么的都是其次，首先给女枪的大招加一个全屏边框，每次击杀还有兔子头技术，让她看起来更像 T2。 而技能特效也做得还行，比较贴合主题，特殊动作也是围绕两只兔子，回城则是打怪兽，但有舍有得。死亡特效扔枪倒地比较一般，家园卫士也没有明显效果。不过这款皮肤最大的亮点还是好运姐的走路动作。但第三款 T2 日式骑士轮子妈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英雄问题，可以说是要啥没啥，包括那啥。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技能特效说他是 T3 我都嫌过分，可以说是毫无亮点，也就大招开启的那一瞬间还有点感觉，但仅限于一瞬间。而特殊动作就是玩他那个破手碟，扔着玩转着玩，甚至还能敲啊。回城就更不用提了， T3 水平。死亡特效稍微好点，家园卫士也一般情况，全屏边框。对不起，没有。总体来说这个 T2 我是不认可的。而第四款 T2 西部天使雷欧娜，个人感觉比前面几个都优秀，光原画和模型已经赢了。技能特效方面QE 技能出手，蝴蝶纷飞，大招更是天降神罚，特殊动作也不单调，要么打着小阳伞装模作样，或是在雨中独自跳舞。回城召唤大白马，家园卫士同样骑大马，死亡特效燃烧殆尽，唯一的缺憾可能就是没有全屏边框吧。要什么自行车啊？第五款星手卡莎，通篇主题少女粉，总体技能特效粒子效果还是比较足的，而且还有边框加持，特殊动作在那一顿展示魔法，还有星空舞步。而他这个回城啊，我个人感觉是最好看的。死亡特效化作星光点点，家园卫士当然是要飞的了。这款 T2 整体来说还是相当不错。那么以上五款，你们觉得哪个是最强 T2 呢？